我跟。
龙女士先生，大家好，现在的时间是上午九点，目前出席股数为3,379,362,265股，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半数。在股东会开始之前，麻烦各位请将您的手机调整至静音的状态，以利会议的进行。谢谢您的合作。现在请主席宣布开会。各位股东女士先生，大家早。那个，本人请宣布了，我们本公司112年股东常会正式开始。公司授权事宜为我们宣布今天各项议案。我们现在进行。华夏海湾塑胶股份有限公司112年股东常会大会开始，主席致辞。各位股东女士先生啊。这个首先呢，谢谢大家今天拨冗来参加我们的股东常会。大家这个去年呢，我们整体的营运呢并不理想，大家有非常多的外在的因素呢，对整体的经济呢造成了相当重大的这个影响啊。那么这里面呢，我想疫情啊，大家都很清楚啊，我想大陆呢有实施这个禁令啊，以及封控啊，对这个经济呢造成重大的伤害啊。我想这个再加上最近呢这个美中对抗，我想这个影响呢是一直持续，而且会越加严重。这个俄乌战争啊，去年2月一直延续到现在。对能源的价格呢，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啊。这个也让我们在这个原料各方面的准备采购当中呢，也造成了相当多的困扰啊，而且价格呢大幅的升降啊，在我们这个对我们的这些库存啊的准备啊，以及存货的损失呢，也都造成了一定相当程度的影响。那么再加上呢，这个因为通膨联准会呢采取了这个快速的升息也造成了相当重大的影响。美国原先在去年上半年这个房屋销售还可以，但是由于升息过快过大，那么下半年呢也造成了房屋销售的一些停滞，那么对 PVC 这一块呢的影响呢可以说是巨大。原物料去年呢，这个都受到了相当重大的影响。乙烯来讲的话呢，这两年呢，差不多有1000万吨的新的产能投入，那么乙烯供应当然是非常的充足，那么价格呢也造成了重大的这个起伏，这个乙烯来讲的话，去年呢上半年出高的时候到达1400块钱。下半年的话呢，飙到了大概800出头。那么我们台绿重要的这个原料 EDC 来讲的话呢，去年上半年呢，这个因为美国内需还算是不错，所以它出口的量很少，那么价格呢涨幅非常非常高，到900多块，那么到了年底，那么飙到了大概200多。我们的 PVC 这个由于中国呢这个内需不好再加上呢这个印度方面这个反倾销呢日落条款呢到期，所以呢它的大量出口PVC 的价格呢去年的上半年也到了1300多，但是呢到了这个年底呢也掉到了700出头所以原物料我们的产品售价都受到了相当巨幅的影响，所以对我们的营运造成了非常多的挑战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我想市场的价格是我们没办法左右的这个所以呢对我们的营运呢造成了相当不利的一些因素那么但是我们在过去这一年来呢，我们事实上还是持续了我们设备的一些更新
和改善，啊，同时呢，我们积极的导入啊 AI， 啊，跟中原大学呢有非常密切的啊这些合作，啊，那么初步也看到了一些成效，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我们周近而期呢，我们的 EDC 啊跟这个 VCM 的除草呢也已经啊投入了这个营运。我相信日后呢，对我们在这个经营上面呢，应该会有相当大的啊注意啊。那个，另外我们去年也成立了这个环境啊绿色科技，那么就是从事用生化的方法呢，从事地下水污染的整治。那么在这一方面，也希望对社会呢能够提供一些服务啊。那么今年呢，我想这个啊第一季来讲的话呢 ，PVC 情况有一些改善啊。这个虽然我们售价低啊，但是这个价差呢还可以，所以第一季呢我们 PVC 是有获利啊。那么那但是原料的价格还在起伏啊。这个虽然 EDC 的供应有可能啊，目前看起来是稍微有所增加，但是呢价格呢还在受到这个减氯这一方面的需求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非常谨慎啊来因应目前的这样子的一些态势啊。不过我想这个我们是有信心了啊，就是当市场恢复正常的话啊，那我想我们这个过去做的努力呢，应该会让我们的产能跟销售呢啊这个全力的发挥啊。在这里呢也要谢谢各位股东女士先生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关心跟照顾啊，希望日后继续给我们支持跟鼓励啊。那么最后也在这里呢这个祝福大家阖家平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首先进行报告事项，以本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规定，以下报告事项均不予讨论，敬请各位股东配合。现在请翻阅至议事手册第四页，第一案案由本公司111年度营业状况报请公见，华夏台湾塑胶股份有限公司111年度营业报告书，请参阅本手册第4至7页。第二案案由审计委员会查核111年度会计表册报告，报请公见，华夏海湾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查核报告书，董事会造具本公司111年度营业报告书，经勤业中心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黄秀春会计师及邱正俊会计师查核签证之财务报告，包括个体财务报告及合并财务报告及盈余分派议案，经本审计委员会依法查核完竣，认为尚无不合，原依证券交易法第14条之4及公司法第219条之规定备具报告书，敬请见核。此致本公司112年股东常会，华夏海湾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李祖德、独立董事郑英斌、独立董事李良贤、独立董事徐成义，中华民国112年3月10日。第三案案由111年度董事及员工酬劳分派情形报告，报请公见，说明请参阅本手册第9页。接着进行承认及讨论事项，第一案董事会提案由本公司111年度会计表册案，敬请承认，说明请参阅本手册第10页，营业报告书请参阅本手册第4至7页。会计师查核报告书及财务报表请参阅本手册第11至33页，敬请承认，请决议。好，本公司这个111年度的这个财务报告已经经过勤业中心会计师事务所呢查核签证，连同营业报告书还有经本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查核完竣，出具这个查核报告书。那么对本案不想各位股东是否有什么其他意见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进行第二至第六案呢结束以后，连同本案呢一起进行投票表决。那么现在进行第二案。
第二案，董事会提案由经营据本公司111年度盈余分派案，敬请承认。说明请参阅本手册第34页，盈余分配表请参阅本手册第35页，敬请承认，请决议。好，对本案不晓得各位股东是否有其他意见？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个。第三案，董事会提案由经营据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敬请公决。说明请参阅本手册第36页，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修正前后条文对照表，请参阅本手册第37至39页，是否可行？提请公决，请决议。好，本案不晓各位是否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我们是进行下一个。第四案，董事会提案由经理据本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修正案，敬请公决。说明请参阅本手册第40页，股东会议事规则修正前后条文对照表，请参阅本手册第41至50页，是否可行？提请公决，请决议。好，对本案各位是否有其他意见？好，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个。第五案，董事会提案由经理据本公司董事选举办法修正案，敬请公决。说明请参阅本手册第51页，董事选举办法修正前后条文对照表，请参阅本手册第52至53页，是否可行？提请公决，请决议。好，这个第五案不晓得各位是否有其他意见？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个。第六案，董事会提案由建议董事竞业许可案，敬请公决。说明请参阅本手册第54页，董事竞业内容请参阅本手册第54至55页，是否可行？提请公决，请决议。好，对本案各位是否有其他意见？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承认跟讨论事项的第一案和第六案，那我们现在就进行表决。经主席裁示，现在进行表决。表决开始，请主席指定监票人员。监票员谢明义女士，这个股东户号226510，吴玉雄先生，股东户号117817，是不是请他们两位来帮忙监票？各位股东女士先生，我们开始对承认及讨论事项。第一案，董事会提本公司111年度会计表册承认案。第二案，董事会提本公司111年度盈余分派承认案。第三案，董事会提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第四案，董事会提本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修正案。第五案，董事会提本公司董事选举办法修正案。及第六案，董事会提董事竞业许可案等六项应案进行表决，请监票人员及工作人员就位。请各位股东使用本公司所印制的表决票。第一案，请使用表决票一并投入一号票箱。第二案，请使用表决票二并投入二号票箱。第三案，请使用表决票三并投入三号票箱。第四案，请使用表决票四并投入四号票箱。第五案，请使用表决票五并投入五号票箱。第六案，请使用表决票六并投入六号票箱。赞成议案者，请在赞成的方框内打勾。反对议案者，请在反对的方框内打勾。请各位股东特别留意，请使用正确之表决票并投入正确之票箱。如表决票号次或投入票箱不正确者，将视为无效票。请监票人员出示票箱。时间为3分钟，现在开始投票。请主席台长官及贵宾暂时离席，待开票完毕后再请回座。
各位股东，投票时间还剩一分钟，请尚未投票的各位股东尽速投票，谢谢。时间到，投票结束，请计票人员开始计票。
各位股东。那现在表决统计已经完成，我们请司仪宣读表决结果。承认及讨论事项第一案，本公司111年度会计表册承认案之表决结果报告。表决时之出席股数为3,379,3265股，表决时之表决权数为3,379,3265权，赞成权数为3,1938,9708权，反对权数为195,079权，弃权权数为2,028,478权。本案经出席股东票决后，赞成权数超过表决通过所需数额，照案通过。承认及讨论事项第二案，本公司111年度盈余分派承认案之表决结果报告。赞成权数为3,1948,8881权，反对权数为40,6367权，弃权权数为1,989,8017权。本案经出席股东票决后，赞成权数超过表决通过所需数额，照案通过。承认及讨论事项第三案，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之表决结果报告。赞成权数为3,1109,5329权，反对权数为155,3126权，弃权权数为2,804,4810权。本案经出席股东票决后，赞成权数超过表决通过所需数额，照案通过。承认及讨论事项第四案，本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修正案之表决结果报告。赞成权数为3,1164,6207权，反对权数为166,500权，弃权权数为2,798,558权。本案经出席股东票决后，赞成权数超过表决通过所需数额，照案通过。承认及讨论事项第五案，本公司董事选举办法修正案之表决结果报告。赞成权数为3,1163,5683权，反对权数为168,915权，弃权权数为2,798,8667权。本案经出席股东票决后，赞成权数超过表决通过所需数额，照案通过。承认及讨论事项第六案，董事竞业许可案之表决结果报告。赞成权数为3,1108,9850权，反对权数为578,418权，弃权权数为2,812,4997权。本案经出席股东票决后，赞成权数超过表决通过所需数额，照案通过。第一案至第六案的表决结果已揭示于会场右前方布告栏，各股东可自行参阅临时动议。请问各位股东是否有临时动议？如果没有的话，那谢谢各位今天的莅临，把我们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感谢各位股东大家对本公司的支持，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此宣布散会，谢谢各位。谢谢，拜拜。